希望以后能看到和子瑜的合作舞台。哦，那我应该先长高个五分、五公分、十公分。방금연습끝났어요그래서좀지쳐있는상태예요근데제가삐에켰지롱아이고왜야아이고왜야 했어요슈퍼했어요아이고슈퍼했어요주화你怕打针吗我从小打预防针都还蛮怕的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要打什么疫苗吗？还是什么预防针？然后哇，来学校帮我们打，然后我超怕的，然后那个护士阿姨就这样子，他过来要帮我打，然后我就超害怕，然后我就说，然后后来我真的太害怕了，然后后来他就让我抱他，我就抱他，然后他就说他也抱我，他就这样拍我的背，然后就怎样，我就超就真的很妈妈，然后就是超有母爱的，然后我就。然后我就抱他，然后就他就抱他，然后就抱超紧，然后他我结束他这样子，然后过来他给我那个很多零食，然后我就可是我已经高一了，真的，可是我已经高一了，现在会不会太小孩了？所以呢，其实我蛮怕打针的，但是我看牙医的话，打麻醉又不会，又不会怕，就是我可以接受打牙齿的麻醉。希望以后能看到汉子。的合作舞台哦哦哦哦哦有机会那我应该先长高个五分五公分十公分